Hello， 我是小雨。昨天一次跑2公里，然后腿酸这一定哈，但是今天比较尴尬的是我的屁股开始抽筋，就是我的，它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，是正中间，就屁沟的地方会抽筋。对，所以我今天想了一下，还是不要跑。那我们今天来散步。那我也不知道我要走多久，那我就自己设定的，就走一大圈。我会从万方医院，然后走兴隆路，一直走到木星路，然后走到那个景美女中，再从新海路拐回来。那看这样走一圈是几公里？走了一圈，现在离我家剩最后一个右转，然后现在是5.5公里，所以大概5.6吧。那我觉得散步对胖子蛮友善的，就是走起来不很累，但是全身也都是汗，哦也不会很喘，对，反正慢慢走嘛，对。那尤其像对我这种，就是，就前一天跑步，然后脚很痛，其实越走脚会越舒服。好，那就这样了。